所以咱今日遮侪员的意见，咱甲综合起来吼，几项要来甲咱杨姨吼来建议。第一就是讲，既然管委会全力支持吼，杨姨来争取优质的医学中心啦吼，这第一。第二吼，咱更加杨姨吼，特别是罗院长吼，会当来提升服务医生也好，互你另外服务的品质甲态度吼。啊，第三就是讲，说第一些中心还未成立之前吼，还未兴建以前吼，白诊所现在是其实是非常关严重，白诊严重不足，这是一个事实啦。咱希望会当考虑讲，甲贵宾房也好，也是讲旧的新民院区也好，会当得到相关机关的相关单位、主管机关的同意，会当增设病床。来加会宜兰乡亲，不要让宜兰乡亲有重病的没有病床可以进来。哦，另外一项就是讲，因为即个停车空间有一寡问题，咱希望讲会当哦赶紧尽速来兴建来新设哦停车场，特别是照当时宜兰中心的规划，把停车场拢地下化的。以上。现在很需要改进的重点，那医学中心的目标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去。达成的啦，那我们会再增加我们的人力，最重要是提高我们的医疗的品质，还有服务的态度，因为这个品质跟服务态度永远没有到最好，一定是要更好才行。那停车的空间，我们努力，尽力来争取，因为要经费啊，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钱。那很多人提到说，很多议员说我们的设备不够好，那。其实我们的设备，因为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，很多都是用租的，或者是用分期付款的。但是这个绝对不会影响品质。哦，那我们一定会在这些机器都是很好的设备，那只是说我们不是买下来，是分期付款。那我觉得这个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医疗品质。那今天其实很谢谢议长还有很多议员的指教，我们会虚心受教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继续努力。